对左手的比赛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一般呢，我们说左手选手在跟右，其实这种线路优势啊就不复存在了。当然很多左手也会不适应。发球抢攻啊，于子阳今天一上来拼的还是二的一个激烈局面，所以每一场比赛啊都是至关重要。许昕也是发球，控短，接着控制，哎，这个球于子阳偷得好，许昕的技术特点啊，主要是直板打法，所以他的台内小球控制得很细腻。刚刚这一分呢，也是通过接发球一个摆短得分，一个冲击者的角色。哎，连吃两，开始接开场球，漂亮。这球许昕吃了，这样10-8。9-10。这样11-9，于子阳是先胜第一局。控短之后，于子阳想要抢先上手，中路短的这球摆得不错，正手半台连摆两个正手短，哎呦，好球啊！许昕是直接防了一个回头。又是算住了。6-4，还是控短之后调打，许昕率先上手，双方形成对拉，逆旋转，漂亮，这劈长，绝。逆旋转，高抛，中路短球，嗯，许昕这个鱼子，10-8，许昕率先，哎，这球许昕的反手啊，又是一个无谓失误，不够细。第一局也是4-0之后被对方连得8分啊，第二局一上来也是1-5、2-6落后啊，所以两局都是处于一个辛苦追分。发球抢攻。
中路短球，球摆得不错。又是反。看。反出台。还是失误。哎，这接发球接得好。回摆，两个人继续控制台内，许昕挑打，直接摆得太高。是翻逆旋转，反手相持，控制台内。还是许。这球有一些运，哎呀，这应该是许昕的一个。这样12-10，许昕是扳。直接开长球，高抛，还是控制台内。还是控制台内。这样11-7，许昕再扳。上局比赛开始，画面上方山东队选手于子阳率先发球。好球，球步伐还是很快的，有些擦网，再摆。抢攻，哎呦，连接的慢了。正手形成对拉，1-4，还是控制台内，正手连。
接开长球，喂，漂亮。7-3。正手相持，还是正手失误太多了。这样11-4，许昕赢下了决胜局，目前是3-2，拿下第一盘，上海队1-0领先。